我们看一看他后来晚年所写的词。不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后边的引的这些个别人对陈少游的批评，说陈少游写的有他自己的个人的身世的悲惨吗？是寄惨身世吗？千秋岁在楚州日子，当他被贬斋到楚州的时候所写的。秦少游这个人历史上记载的说，曾夸豪俊少年雄，匹马平羌养令公，何意一顶天这后，他的甚丑就直接乱飞鸿。这就是秦少游。秦少游，你看秦少游的传记上说，说他少年的时候豪俊有大志，喜读兵家之书。刚才我们讲他小词，这么轻柔的这么样纤细的感觉。可是他年轻的时候是豪俊有大志，喜欢读兵家之书。他曾经写过郭子仪《三季殿落赋》。郭子仪，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人物。说郭子仪曾经单人匹马就去到敌人的军营之中，单骑见骡，骡我们常说胡骡就是敌人。所以秦少游所仰慕的是政治工业上有成就的，喜欢读兵家书，赞美像郭子仪这样敢单骑见骡的人。但是很可惜，秦少游这个人他的豪气是一时的豪气，他是经不住挫折的，他是经不住打击的，这是很大的差别，这是他跟苏东坡的极大的差别。他是苏东坡的好朋友，苏东坡欣赏他，苏东坡读了他早年的这些个策论这些个政治军事上的见解议论，苏东坡非常欣赏他。秦少游一次考不上就退堂就闭门在家中做了掩官民，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苏东坡鼓励他再次的参加考试，后来恰好是新党失败了，旧党上台，苏东坡、黄庭坚这些个人在朝廷之中了，所以他们就推荐了秦少游也来到朝廷之中，他们这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在当时的汴京的首都，那是他们最美好的日子。可是你要知道，不久这些个人就都相继的都被贬出去了，政治的镇海波澜与朝夕之中就变化了，所以三个人都贬出去，三个人都贬出去，人家苏东坡何等的态度，人家苏东坡说的说是这个天容海色本澄清，云散月明水点缀，我天容海色是本澄清，就是贬到惠州，贬到海南，我苏东坡还是我苏东坡。秦少游贬在哪里？秦少游没有贬到那么远，也没有到惠州，也没有到海南，在楚州。楚州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地方，是浙江的金环。他是摘楚州的时候做了这样的词，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水边沙外就沉过在趁海岁，花影乱是应审岁，漂亮松酒盏是离别快意淡，人不见比如木鹤是空想对，一系西池会是润露同匪盖，携手处也近水在，日边清漫断是记忆的住年代，春去夜翠红万变是愁如海。只要是苏东坡，只要是欧阳修，欧阳修贬到滁州，他说环楚皆山也，及西南诸方是林壑尤美，有善建之四时，有道上的游人，我都可以欣赏。而秦观贬斋到楚州，浙江的金华有花影乱应声碎的美景，
你看水边沙外多么美好的地方，水边沙滩边上，这成果的春寒刚刚消退，正是三春的美景到来，花影的缭乱，应声的细碎啊，多么美。可是你看他一转，他说我漂亮人就四九倒，离别是旷地。所以自其可欣赏者而观之，万物莫不可欣赏，自其可悲哀者而观之，万物就莫不可悲哀。秦少游跟苏东坡不同，跟欧阳修不同，所以他说是他说一系漂亮苏九盏，是离别旷一半。他所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他跟他的好朋友苏东坡、黄山谷现在都分离了，所以漂亮就苏九盏，没有人一同喝酒了，离别宽一半，离别最憔悴消瘦最宽一半，人不见，我所怀念的人都不在我的身边，这闭月暮色是空相对，当那碧天的长空苍然的暮色四合的时候，我对着那天空我白白的相对。为什么说白相对？因为古诗上有两句说是日暮是碧云鹤，是佳人也数未来，看到碧天的这个暮色四合，我所怀念的人没有了。所以他说我所怀念的人不在这里。他说我记得西池会是当年在首都的汴京的聚会，鸳鹭同飞干，鸳鹭是鸟排成两行，象征文武的官的排列，是他跟苏轼跟黄庭坚在一起的时候携手处，我们当年携手的那个是金锤扇，都被点出来了。我们当年在汴京携手饮酒赋诗的所在，就携手处金锤扇。日边的庆闷豆，日边代表的朝廷，代表的都城。这还有一个典故，这个李太白说：“闲来垂钓坐溪上，就忽复乘舟梦日边。”梦见我坐着船经过了日月的旁边，过日边做梦说是做梦，梦到在日边经过，这是说是当年这个医治他被任用以前做梦，梦见在日边经过，后来就被任用了。其实日边的清梦乱是说他们的这个仕宦的政治的理想完全断裂，日边清梦乱。而镜里的朱颜改，人衰老憔悴，是春秋变。他说那些美好的日子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就费鸿万念是愁如海，这首词当时传颂一时，很多人都贺了这首词。很多人有说他写了费鸿万念愁如海的句子，能够长久的活下来。所以秦少游是在苏东坡跟黄山谷他们三个朋友之间年岁最小的一个，可是是死去的最早的一个，因为他经不住挫伤，经不住打击。说是曾况豪进少年雄，匹马平羌养运功，何欲一锦牵阵后。他甚愁就直接乱飞鸿了，就是有这样的心灵的人。所以当北宋的时候，那个时候宋朝西北也有下辽的一些个边患，所以他青年的时候曾经豪俊，曾经有大志，曾经喜读兵书，有过这样的大志。可是他也经受不住挫折，所以他的本质就是他锐感的心灵。他的豪俊他的英发，他的喜读兵书，也是由于他一种锐感的心灵对于当时的国事的关心。而当他受到挫折的以后，在受到贬斋以后，我们已经看到了人家苏东坡经过多少更艰难困苦的挫折，苏东坡依然是我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可是秦少游当他被贬在楚州有花影乱莺声碎的这么美丽的地方，他还说春去也费鸿万念愁如海，何况他在楚州也没有留下来，
你知道，在有的时候在政治的斗争之中，那敌对的党人对对方的打击是唯恐其不慎的，所以就加意的要打击他。这些被贬斋的人已经被贬斋到外面去了，而他敌对的党人还真是要抓住他的把柄，对他们有再一次的攻击。那秦少游本来当他被贬到楚州以后，他也曾经想要学习像苏东坡一样学道自解，这是中国的一般读书人当他达有兼善天下的智力，当他穷要有一个独善其身的修养，而他们的修养常常就是佛道两家，一个就是佛家的思想，一个就是道家的思想。所以当秦少游到楚州被贬官以后，他就曾经跟当时的寺庙之中的和尚往来，他自己曾经说，他说日写的佛顶是几万言，就是他抄写佛经，这本来是他希望能够有以自处，可是旁边那些环伺的抵挡的人要抓住他的把柄，于是秦观就遭遇到了第二次的打击，第二次的贬斋。而他的罪名是什么呢？当时敌对的党人给他下的罪名就说的是他夜道写佛书，就成为罪名。什么叫做夜道呢？是在宋朝的时候，如果你有疾病了，你要请假，就我们说告假，就是说你要上一个请假的这么一个成文，说你是晕病请假的。所以夜告是他在晕病请假的期间，而他晕病请假的期间，为了自己修养性情，所以就抄写佛经，而这夜告写佛书就成为了他的一个罪名，所以他就再一次的被贬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就被贬到郴州。郴州是在湖南，是比较楚州更荒僻更遥远的地方。而当秦少游被贬到郴州的时候，他在路上已经写过几首就非常感伤的诗歌，他说这个是巫女各词聪，鸡鼠象嘴是坏地中，北客四家魂不寐，晃闪是一夜，雨吹粉。当他被贬到楚州的时候，他所感慨的是什么？是日贬轻慢断那锦丽的祝愿感，是说他不能够再回到首都去。他的那个时候的悲慨是说他不能够使他这个关心国家的这份政治上的理想实现。可是现在他所写的悲哀不只是那样的悲哀，他说被个巫女是各词聪，郴州是湖南的地方，湖南从很早以前屈原那个战国的时代，大家就知道这个地方是这个有这巫的巫女，所以有九歌祭祀神仙的，所以湖南那里有很多巫女，他们还唱歌，就像楚辞里边九歌的那种风俗习惯还在湖南保留的有这种习惯。所以被个巫女是各词聪，词就是当地祭祀鬼神的这些个祠祀的小的庙宇，说被个巫女是各词聪，有鸡鼠象嘴在坏地中，他住在一个荒凉的小庙里边，
他是有那饥饿的老鼠，晚上的时候就听在他们的墙洞里边这个奔走往来的声音，老鼠奔走往来的声音，鸡鼠像鬼画壁的。北客四甲是魂不寐，他说他是从北方被牵连到湖南的南方来的，他说他怀念家乡，整夜的不能成眠，听到外边的巫女的悲歌，听到坏地之中鸡鼠的追逐，涣散这夜是雨吹风，他听尽了整个这一天晚上涣散之中的风雨的声音。这个时候已经不只是说不能回到开封和日边清梦断的倍感，这是一个流落的人啊，一个流落牵点的人对于自己的年命不保的忧伤和恐惧，对于自己的生命未来啊，这种年命不保的忧伤和恐惧。所以他后来在郴州就写了一首非常悲哀的小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踏梭行·郴州旅舍》。